吃饭，今天吃南瓜煎。吃饭。真不个正。哇！我都给它捡起来洗了下。好，直接。豆豉，炒辣椒，这就老下饭了，香得很。我就到了，这个都是拿来炒回锅肉，拿来做猴皮辣椒、焖鱼，这些都好好吃。这个农家豆豉是用菜籽油炒熟的，它是没有添加，然后拿来炒菜，拿来直接拌热米饭吃都可以。豆豉是减两块。
大鸡腿。看我的发型，实在不行等等你们啊。今天吃辣汤，今天我爸爸过生日，这几天天天吃大餐，这个是牛排，thank you。